你们俩一个是婚庆主持，一个是理发师，是吗？爱情火一线牵。哎呦，谢谢您！哎呀，哎呀，谢谢李姐，李姐万岁！你开的什么口音？你们俩知不知道，在所有的选手里边，你们俩的年龄是最大的。不谈实际吧。你们觉得你们能红吗？我们看他们表演吧。Unit 3.王小帅，你是在叫我吗？好方给你的，他想让你跳得越来越好，好好练练吧。我上次我会回头看看都过去。回头看看路过的路，你站在角落。
Thank you.